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回来我们的史莱姆农场啊，好久没有回来史莱姆农场啦。好，看到各位兄弟们一直说，老头要不要玩史莱姆农场？史莱姆农场更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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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再催啦，我都快要熟啦，好不好？啊，就是史莱姆好像有更新，多了新的东西，好像多了蛮多东西的吧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这次呢 0.6.0 D 的版本，我们来看看到底多了什么东西呢？ Let's go。 啊，我不开心的啊，我就直接玩旧版本的啊，虽然我可能会很不习惯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以一个探索的态度哈。啊，其实我有点忘记怎么玩了、欸。为什么？哦哦，这个相位柠檬是很早以前那个新版本的吗？然后他说我这边又有新的，又有新的什么来着的 啊靠！我是丢错了，干死定了！哇，死定了！他把他们全部吃掉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我必须把那个史莱姆。我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走开！啊！我把他丢出去。哎、欸，要怎么用水？把它打掉，把它打掉！哇，我的史莱姆！哇，GG了！还有吗？没了吧？哦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刚刚做了什么事情。啊，我有点忘记他们喜欢吃什么了。还一直跑出来了，把它放进去。没了吧？你们喜欢吃方美吗？哦，在这里啊、哦！哇哇，他们全部在吃。来来来！哦，好了！天啊！抱歉，一开场就这么的混乱。啊、哦，我已经有点忘记这游戏要怎么玩了，抱歉。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哎、欸，怎么还会有声音？我不是已经把邪恶史莱姆全部都解决了吗？在哪里啊？啊！这些东西都跑出来了、欸，哇，好酷哦！等一下，我忘记这游戏要怎么玩了，救命！这游戏要怎么玩？抱歉，都要重新好好研究一番了。啊，又多了什么新东西吗？新手胖胖史莱姆陷阱是干嘛的？一个可以捕捉胖胖史莱姆的特殊陷阱，用食物做诱饵，然后等待。哪里搞？买了。虽然我不知道到底是可以干嘛，买了就对了。啊，到时候再研究。我们先稍微去外面看一下周遭有什么变化，好不好？因为呢，老一头跑出来了。因为老头也很久没有玩这款游戏了。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还是稍微去晃一下。今天我们就来探个险，然后之后稍微再研究一下到底更新了什么东西。老头是以一个超级初学者的方式来逛这个地方的。啊，百科多了两个地形。世界呢也多了一个新的世界，然后科学是什么啊？蓝图这个新玩事物啊、好，史莱姆呢多了几只，多了4只新的史莱姆，非常好，又可以好好的大玩一番了，是吧？啊，那其他的就不要理他了，我们现在也不缺钱吧？啊，要卫队啊，没有卫队的话，等一下又直接被爆掉了，就跟我刚刚那样不小心的，来。你们是不是应该喜欢吃这个啊？你们应该是喜欢吃甜心菜的吧？是不是？为什么我感觉你们数量变少了、啊？哇，不吃这个、欸，喜欢吃水果跟肉，方美。哦，会吃啦，是会吃没错啦，但是好像不怎么喜欢甜心菜。好，给你们，给你们，给你们。啊，获得新邮件，凯西，什么东西？等我一下啊、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获得了什么？还可以学新技能吗？不行。哎，为什么他那个容量槽啊，一次可以50个单位，为什么不来一个提升100个单位呢？这样子我会比较方便一点啊。我们来看一下信件啊，一个第7季的这个啊，看不懂。好啊，这个什么？哎，都看不懂，酷酷哦，完全都看不懂。好，我们还是走吧。然后呢，他好像多了4个史莱姆的那个嘛，所以说哇，这个1个、2个、3个，
一二三，这个是火焰史莱姆是不是？四个，好酷哦！卖卖，好，不要啰嗦，我们去逛一下。哎，这边一个，今天根本就是来开宝箱的嘛！火花草皮，哎，那个是不是？我靠，这边有一只胖胖史莱姆啊！我要吃蔬菜的，我没有蔬菜，笑死了！哇，这边居然有一只，现在发现，但是我没有东西可以喂它，我水果带不够啊！胖胖水晶史莱姆。我还想说，要不要先把它喂爆再说？嘿，爬了上去吧，走开！找到了，在这里，让我来喂爆你。够喂吗？有啦，就怕你不会爆而已啊！说真的，好了，我已经把我全部都送你了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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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爆一个钥匙，哇，就一把钥匙这样子，然后底部就出了一个洞。我要下来吗？感觉下来是个错的、欸。哦，他们这样好恐怖哦。所以我说这里嘞，到底有没有其他路可以走啊？感觉像是没有一样哎、欸。那我们找另外一条路好了。干，早知道不要用了，浪费死了。怎样？不免还是要进入一下吗？上次来这里什么都没有啊，就香味史莱姆而已啊。这样子对吗？结果只是隔另外一扇门。啊，你刚喝。花费了这样子这么多的精力来到这边，什么都没有。量子史莱姆、岩石史莱姆，或许他有新的道路也说不定啊。哦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出来了，我还是什么都看不到啊，非常的难过。啊，那边有只龙岩史莱姆，我还没把它弄爆过。之前说要弄爆，到现在没弄爆，全部都要忘光光了，忘光了，你知道吗？通通拿去忘光光。说好的上去呢？再见了，各位，我会想你们的。What the hell？ 好啦，就是如果刚刚不小心掉下去啊，结果呢，我又回来看一下，好多了这个什么奖励俱乐部的东西，有什么风向机，好像是更改外观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只要750块而已，好，还可以升级围墙，这感觉就是替我的那个农场做一些升级哎、欸。升级道路，哦，升级配置，哦，升级拱门，要没钱了，不要再乱花了，啊、哦，然后获得了一些奇怪的，完全没看不懂的这个，好、哦、好好好，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外面长什么样子，哦，升级了，升级了，哦，好酷好酷，啊、哦，我们到时候更多钱，我们再继续升，原来多了一个新功能，就是拿来升级这些装备啊。外面的这个外观啊，看起来比较正式一点是吧？好不好？然后我们要稍微没什么钱了，我们只好苟且偷生的吸他们的这些东西啊，然后吸完之后呢，一次卖一卖啊，一次只能吸50个，我觉得非常难过啊。为什么不是一次吸100个呢？对不对？一次吸100个，这样就不用那么麻烦啊。
啊，先卖一下钱好了。哦、啊，6636嘛，这样子3600。哎、欸，没有6530，这样子3000块。好，不管了。接下来呢，我想一下哈。据说有新的史莱姆，可是我还没找到哎、欸，好像是据说在遗迹那个地方是吧？好，我们去一下遗迹好了。等一下遗迹要怎么走，有点忘记了。哦，我们来了，终于找到遗迹了，太开心了！找你找的好苦啊，大哥，哥找的你好苦啊！耶、yeah, ，又来到遗迹了，好，我们进去吧。据说里面有神秘的东西正等着我们，废话不多说 ，Let's go！ 会不会被这胖胖史莱姆给卡住了、啊？有没有这可能？他卡掉底下。我什么东西都不能给他，他吃肉的哎、欸，那、啊、我们去抓几只公鸡不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抓几只公鸡喂他、啊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刚刚那个鸡这么多，鸡多给我一点鸡，怎么要鸡就鸡都不见了？走开，走开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十母鸡他们可以吃的啦，十小鸡不要，他不吃十小鸡，我们把那个胖胖史莱姆弄爆好了，全部喂你啊，赶快爆一爆好不好？我要要死，感觉不够，完了剩十个了，果然真的不够，难受想哭，我们必须再加油。这什么啦？靠！我不想要这个东西啊！我们有7只啊，可以把你弄爆了吧？这7只绝对够吧？你要折腾我多久呢？你还要吃多少啊？让你不要不要，是不是？给我钥匙哦！太好了！哇、哦，一堆史莱姆！好了，我钥匙，我可以去下面开门了。我可以下面开门了。我偷偷爆炸史莱姆了，终于有钥匙了。我们想办法去开那个门吧，先开那个门再说啊。然后我记得里面就有一扇门，我就开那扇门，看会去哪里。找到了。Oh my god！ 我找超久的，里面有什么？哇、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终于，终于。来，我准备量子壳就是为了这个了。来，2、3、4、5，开了 ！Oh my god， 搞得我好辛苦啊，大哥们，怎么那么难找呢？来吧，进去看一下。呜，我们终于到了新区域了，玻璃沙漠。这里是玻璃沙漠、欸，哎。哇，我们看一下这里玻璃沙漠到底有什么啊？把东西把一些带回家、啊。哇，超酷的！你花费了我多少时间才来到这个地方？啊，最好跟我说清楚啊！我多辛苦啊！哇，新地区哎、欸，沙漠地区，我看一下百科啊、哦，世界嘛，远古遗迹，对，这是新土。然后呢，史莱姆有4只，但是这4只还不晓得到底有什么。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，这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这个吃这个吗？不吃。啊，这个玻璃史莱姆要怎么跑出来？重点，怎么一只史莱姆都没有？还是因为半夜他们不醒来的？因为现在没半夜啊。怎么会这样子？哦，这是什么？玄武史莱姆，哇哩嘞！玄武的史莱姆，哇，这么酷啊！会旋转是吧？会旋转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柴母鸡，柴母鸡肉类，然后还有一个叫残杰史莱姆，玄武哎、欸。这样会旋转的史莱姆，这样子旋转跳跃，闭着眼。所以说，到底要喂你什么？喂你吃这个吗？感觉不是。
感觉像是吃水果的感觉。这边有一只，还是喂你吃这个？想太多了，我要把这两只带回家。这两只可以替我生产。哦，又来了。可是我没看到玻璃史莱姆。哎，这边有一扇门，需要一把才开得起来。那就代表说我们要想办法再弄一把钥匙出来了。水哦，往这边走看一下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肉类，给你吃这个。哦，你喜欢吃柴母鸡哦？啊，我把柴母鸡种掉了，到时候回去驯养，养多一点柴母鸡，再把你给炸了。可恶！等一下再找到柴母鸡，我们再抓。赶快找一找，把它带回家吧。哎，感觉这边的东西真的数量极少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白天了，是白天还是晚上啊？晚上了，晚上期间会发生什么事吗？怎么感觉整个气氛都不一样了、欸？感觉整个一个晚上的气氛感觉好凶悍、凶狠的感觉哦，好恐怖哦！感觉这里要爆炸的样子，感觉要爆炸一样。噔噔，这边有一个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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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这边有一个各种哎、欸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哇，会爆炸！这可以吸吗？不行。哇哇，等一下，那是什么？喷火了！哦，不能吸。等一下，熔岩史莱姆，火焰史莱姆，完了，我没有吸水，我没有水，我没有水，没有水没用啊，不能把他们浇洗啊！哇，这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一到了白天变这副德性，这么恐怖啊！什么？哦，凶残呢？哎，又没了。感觉就只有某个时段会这样的样子，感觉啊，哇，我们找不到哎、欸，我们整等下次了，好吧，算了，我们先回去好了。到时候我们第二趟来的时候，我们再做传送门，不然这样子绝对没完没了。我们先想办法回去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回去了。这次我们筹备的不够多，好不好？我们预备策划的不够多，哎。抱歉，刚讲而已就有了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带回去了。爽哥哥，我们来养这种彩虹鸡。OK， 我们终于回来了。哎，我们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，超麻烦的，我的天哪、啊、！OK， 那我们现在回来了，我们想办法把那个鸡稍微整顿一下啊。哦，我们记得这个后面有很多空地，是这个地方吗？的确。哦，我们这边有很多个空地可以来弄一下哈、哦。我看一下我要怎么做、哦，把这个给拆掉好了，我们把这个给拆掉，做成这个鸡舍，好不好？做鸡舍，然后呢，该做的都做一做。好的，啊，我们的母鸡丢进去，乖乖都给我生，啊，通通给我生出来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这个也是要把它拆掉。我们给它弄成史莱姆的围栏，围栏啊，该加都加一加。哇，超级有钱人！你看，玄武史莱姆丢进去，它是吃什么的？我们来看一下百科啊，玄吃什么东西啊？刺梨，我们好像没有这个东西，但是它吃水果的。哎，对啊，火焰史莱姆怎么办啊？火焰史莱姆怎么办啊？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拿一下它的结晶，我们看它怎么让它进化。我觉得那个玄武史莱姆，我觉得进化就暂时再说好了，因为我觉得该怎么讲，那个玄武史莱姆目前我觉得认为，等我获得新的史莱姆的时候呢，再去喂它，让它进化，好不好？这样会感觉比较好一点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这个地方呢，一堆粉红史莱姆。想说要怎么把它们全部清掉，因为全部卡在这里其实有点麻烦。因为我想要把我的这个放里面、欸，
算了，这个先用掉好了。我们暂时先让我们的火焰史莱姆有一个栖身之所嘛，好不好？反正钱再赚就有了，进去。好了，虽然我不知道你到时候会不会消失啊，反正先给你放在这个地方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史莱姆呢？那个什么史莱姆要吃水果嘛？我们去拿点水果喂它吃看看啊，拿下它的结晶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先到这啊。有吗？水果？没有水果？你去后面看一下水果。Go go go！ 水果。太好了，水果通通都没了。啊，我一直被咬。哎，进去不要出来。应该水果是这个啦，甜心菜是蔬果，啊，这个波哥果是水果。我们拿去喂一下咱们的玄武史莱姆啊。我来了，玄武史莱姆。我们是走错边了，没错，我们走错边了。啊，获得驯兽灵三小。安抚愤怒的史莱姆哦，多少钱？这是图鉴啊，这不是在这边学的、啊，好吧？来，到了，吃水果时间。哦，吃了，喷了，喷了，喷结晶了。呜，玄武绝技，玄武绝技，哈哈，不知道兴奋什么。好、啊，这就咱们的我们的玄武结晶啊，哈、啊，到时候再去找新的史莱姆给它做融合，啊，就会变成新品种的双史莱姆，应该会很酷啊。我们看一下这可以卖多少钱啊？这个、我靠，一个卖137块，我就要变有钱人了、欸，这么屌哦？好吧，我觉得呢，今天这个史莱姆的这趟漫长的旅程就先到这里了啊，我已经玩了一两个小时了，实在是太辛苦了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先到这。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史莱姆农场再见啦，拜拜。